仙大餐是2500啊。啥？妈你！妈你！你说怎么就没有塞拉斯呢？没塞拉斯咋升四星啊？不升四星咋升级呀？不升级怎么上沙皇啊？不上沙皇上哪有克制小法师啊？操了，真是的，把把同行这么多呢，上把那拼多多小法师一个同行都没有，你们这把就全是吴亦凡啊。哎，你们这把就全是吴亦凡，一个别走。天选腊梅，你们说要不要？拿着吧，能删就删，删不了就直接给卖了。对不对？我的关系啊，得又空城。对，就空城，我看你能空几个，嗯、啊，都空城，空城第八，今天目标100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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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炎大树，哎呦我可挺猛啊。给我写入他，这帮空城的啊！哎，你他妈的！我就没明白为什么回回能刷得着啊？
这概率这么大吗？那一费两费的卡，那老些呢？为啥就每一把都能刷着夜影劫呢？为啥呢？凭啥呢？太过分了呀！这。我要大棒，你要啥呀？现在这铲子都没人要，你不行你就走决斗呗，小黑王八，不行就走决斗呗，真是的死心眼儿。正在觅食。简直是死心眼儿。福星吗？这是，我以为是福星呢，原来是魔法师。这安妮儿就没下了，给我吞了他！真能控啊，小绿人。感谢嘎哲士的鱼丸出面。还有20秒开奖啊！最后20秒可以来一个试试运气，碰碰运气。据说一个一个中奖概率大一点。谢谢孙悟空蓝莲汉，感谢童话陛下，谢谢可爱喵，感谢一发入魂，红包满宝藏。恭喜白白家的子女。写入他，一波掉他十几滴，10回合他就没。我看你有没有容错率。Nice 小法师，小绿人不行，撇了吧？你们觉得呢？算了，等一等吧，能升三就升了吧。圣山小绿人也猛，4秒控制，眩晕食堂。就是一费卡可能不太划算。努努升了。给了我俩努努。看这个，哼！上个大狐狸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其实再上个小驴人，效果特别好，效果特别好。撇一个不撇呀？这努努前期不打工最狠英雄吗？一口一个，不挺好的吗？艾克没下来，直接死了，搁天上直接死了。两个小驴人相当于6秒的控制，一个小驴人相当于是那个2.5秒的控制。是2.5秒吗？3秒。
没有水银，基本上是下不来。这不六秒吗？一个小绿人三秒，两个小绿人六秒，三星小绿人四秒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上好几个小绿人。要不要上个银马，保持一波连胜，卡自己一波力气，卡一波吧。天选露露跟天选小鱼人差不了太多，其实碰上个狠人啊。这是个三星亚索，但是小伙子，你知道我的小绿人可以让你起飞几秒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无限飞，兜兜，哎，来个魔抗，腰带指定不能要，大棒其实也不太好要，不要不大棒，要魔抗。前期连胜笑嘻嘻，后期求狼又求鸡。你好像是有点皮，小伙子。你却不曾想，我已经有点无敌。没有水银，你就等着死吧你。不行，没有刚才厉害，还是上两个小驴人吧，这样控制多一点，或者上分女也行。这样吧，俩控制加个辅助，这样比较克制这个劫。你看这劫基本上天上就下不来。让杰下来，我们就遭殃。哎呀，烦呐！那打野怪之前断我一波连胜，你大爷的！你挺烦人呐。
成型了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蓝水滴大剑。哦，我的天！拉了，兄弟们。荆棘之甲。天选卖了，其实可以。卖了吧，看能不能有个小法的给他递出来。这小子没有羊头。最后一地没有小绿人，这就卖了，追不上去了，不追了，来点别的天选，再小地一手，小法师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，先不给吧，看看一会儿来不来。先给法宝，不行，正义之手必须得要，兄弟。看看这选秀装备怎么能拿啊、哦？给我一顿耗啊！给我这顿耗啊，这御剑仙呢，一顿控制给我耗，给我耗完了，给我耗的，给我耗屁了。六法三符，努努和威朗普，小法再能放出来一个大，感觉就能赢。哇，我这大银马！哎呦，这银马，可以银马啊，银马！我这大银马，这可没啥能拿的呀，兄弟们。大剑也没有，你说关键这铲子我也要不了啊，你说我要这铲子没有用啊，我小法师必须得有个蓝量装备，要不然就拉了。不行，我们就冒着吧，我们冒着加正义之手。
等鸡肯定等鸡啊，那再等去嘛，这不只要别给御剑仙的这玩意儿了，其他都可以接受，其他随便给。给我瞪！差一点点，露露给大了，要不然这波能赢。其实我给装备也能赢，不过我没给。小法可以青龙刀吗？那没办法，就可只能青龙刀了。那也可以啊，他升到三星给啥装备都行，二星就不能随便给了。二星随便给没有伤害，伤害不够用。先等一等，最好能给我爆把大剑，不行我就上科技枪。下边给爆一个大剑，一个女神泪儿就够用，一个大剑加个女神泪儿就行，我们就有蓝 buff 了。或者给爆两个女神之泪儿，加个全套也行，也都是可以接受的。七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可能还有三件装备啊！七哥，女神泪加大剑，或者是，哎，有两件啊，有两件女神泪，大剑来了啊，大剑来了，好好，女神泪，给点建议吧。给点建议吧，这青龙刀上了上法爆，青龙法爆。如果我不上青龙刀呢，我可以上科技枪。不行，龙刀法爆。这蛤蟆给我在这死角一顿一顿踢呀，给我呀！银马啊，银马！正义加科技枪不行，续航不够用。啊？这是天选银马呀，我操，哎呀，我拿错了，怎么拿了个天选呀，这多亏呀，靠，我没注意呀，天马原来是一只天马，
露露小法各不是，露露锤石各差一张啊，换个位置吧。位置已经不行了，小法往前面点放。我不地了吧，我拉人口吧，我拉人口上头猪或者是剑魔。这什么阵容啊？似纵似密，没狐狸啊？有狐狸，狐狸死了，死的咋那么快呢？你科技枪正义之手没有续航，兄弟，你那大招放的太慢了。我操你妈呀！我能拿蓝怎么不拿？我肯定拿正义之手啊，我正义之手有吸血，我为什么不拿正义之手啊？那我去拿正义之手，这个逼不是在这等着吗？在这等着我，等了半天啪给拿走了吗？拿走我先拿蓝 buff， 那啪又蓝 buff 给拿走了，那咋整？不就是这么个事儿吗？别人三星小法了，那三星小法了又能怎么办呢？我们也没有，没有就拉倒呗，没有就烂分呗，真是的。我没有犹豫啊，我要拿正义之手来着。哎呦我，给我银马踢飞了。剑魔好一点还是猪好一点啊？猪吧。
这边卡里边可能碰上劫。对吧那个风女儿，我鼠标点了，没点着，没点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嗯，还行，我们剩一滴。蛇女分女找蛇女吧，拿个第三名，行。等会儿啊，开个门。